黑色豪门企业所播放大甲妈格斗赛打架本轮举再次呈现是3月30日南寮宫妈祖绕境发生后4小时内火速将涉嫌打架之三名犯嫌查缉到案，一妨害秩序罪已请彰化地检署侦办，被害人欠钱涉嫌打人之犯嫌有财务纠纷，当日于该址巧遇双方发生口角，进而衍生打架等情势，大概3万多块。那么讲本港进行回南廖建非常的老热，规个绕境的秩序吼拢顺畅的啦，啊嘛无听讲有啥物冲突，接驾啦吼，啊是领驾参拜的信众足济，小可去客着下着吼，所以希望大家要领驾要接驾，啊或者要参拜时吼，啊大家爱互相尊重啦吼，啊互相克制一下，对妈祖啊嘛是非常的不敬啦。